还是这样？那个是怎么怎样？样？想不想要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都行，都行。哎，那个 bingo 那个怎么抽啊？啊，宾果就是你把那个你去聊天室，然后车库，它有个使用，然后把使用那边的那个宾果兑换券，把它全部兑换掉之后，你就可以去玩宾果了。然哦，后真就的跟那个，对啊，就可以跟 NPC 单挑了。哦？好，OK，我晚点再弄。来吧。Here we go。你不是刚下课吗？啊？我下课蛮久啦，我5点就到家了。啊，吃个饭，这个看个影吃个片。饭，洗个澡，再看个直播，不是差不多吗？是直播吗？你确定你是看直播吗？对啊，我是看你的直播啊，只是啊你直播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啊，原来是看我的直播。好，这个感谢豹哥的抖妹，欸，你抖10美，手续费哦，很贵耶。不止抖10美啊！我还抖了一个 YouTube 的订阅啊。真的哦，你抖一个 YouTube 订阅，你可是对限啊，时免费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抖那也是限时特价啊。哇，主场跑不见了！我觉得我没们等事，下他玩自己组队赛好了。，OK 啊，他自己会输了，再你等不他要两吵，关左你不右。要吵。我现在很专心跑。好，你很专心在跑。哎，阿朱萨，哎，你觉得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啊？我们来聊我个好天像好蛮不好？喜欢那个，好啊。为什么你要用这个绿色的头啊？跟他双马尾啊，屁啊，双马尾超可爱的。双马尾超可爱的。啊，对。你什么时候失误？你在最近有个失误。好，好，我再来。追近一点，我再追近一点。够近了吗？我不要两个黄衣一个，不啊，好了。哦呦，豹哥，你这个好贱哦！谢谢各位，好贱哦！谢谢各位。不行，追不到了，追不到，我们两个，这哇，你这默默不讲话哎！没有啊，我在钻研路线啊，看哪个路线可以一举超越啊。你这默默的不讲话哎！完了，我觉得我中计了。我中计了，哇，什好，么叫攻击？我都没讲话。我们就开组队赛啦！开组队赛，我觉得组队赛比较好玩。可以，人家在工商哎、欸，嗯，叶颖在工商，叶颖在工商，真的假的？他在工商什么？那个什么魔灵契约，叶颖在工商。哇，这豹哥还没有开始工商，夜影就开始工商了，这样对吗？那他啊，长江后浪推前浪嘛，这对不样对？对吗？好啊，那组队赛我们谁要开啊？你我开，开吗？对，好你吧。开，你开，你开，你开。哎呀，密码就是所有男性玩家都知道的啊。好，我看一下我知不知道，对。啊，我这个猜对了，这个白痴，你每次密码都设这个，啊，Rock 要不要玩好了？你你每次麦密克码都设风这个，买了没啊？你看泡菜就知道了。哈哈哈，因为聊天室每个人都知道，哦，我的天啊！哦呦，太多人知道吧？好，应该设一个密码的。哦呦，这个密码怎么了？你怎是么小了？花吗？是啊，牙珠小是小花吗？他刚才 FB 在密我呀，认个亲啊！他终于回来玩了，啊，等我认个开亲，车。我先认个亲。好，我不会玩猫利欧啦，我不会猫，我不会玩猫利欧啊。那游戏我觉得有点多人玩过了，就不玩了。
哇，我觉得你们那队有点强哎、欸，不行不行、嗯，不会啊，我们这队有阿朱砂，怎么会？啊？开心。你知道今天秉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开心啊。OK， 我也开心的让阿朱砂跑一下。阿朱砂快来啊！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们先出去教会喽。让你开心一下、啊。哎呦，感谢斗内、啊，我看一下这个。对，后追第八名脱票到底是可以多快？我看一下这时速表。哦，我前面还有人呢，太棒了！我前面还有人，过亿耶！我们过了一米了。追不到啦，太远了。我一开始那个掉下去了，我加速跳台那边直接掉下去了。你确定不用换一下吗？我就要换一下啊。你就不用换一下吗？来，我会助阵，我会帮你助阵一下。我们所以这间房间有谁是观众？我看一下啊，此对话截图，还有这个 QZ， 还有迪奥的这个翅膀哥哥，你过来助阵，你要怎么助阵？啊？就对啊，助阵，对啊，助阵狠一点就好了。泡菜过去好了，泡菜比较猛一点。哇！不要玩这个哦！你怎么玩这个图哦？打爆各种选择图啊！好，玩的不错啊，就玩了。不是我选的、啊就这样图了。你是市长，不然谁选的？哦，都不知道谁把市长给我的。我也不知道谁给你的。好，就是你啊！好啊，感谢你们。你们有帮我点广告吗？你们这样子有帮我点广告吗？有看那个影片对不对？怎么有一个西瓜在打在前面啊？哎，豹哥，好、啊，你最近要不要玩一个就是很可爱的游戏啊？什么游戏啊？就是城堡的那一个。城堡？嗯。欸、叫什么城堡？什么毁灭者还是什么？忘记了。就是可以四个人一起玩的那一个。你恐怖的吗？啊？你恐怖的吗？不是不是，是可爱的。好吧，可以啊。好，那改天我再找你玩。我晚一点在观台之后再密你那个游戏。OK 啊，看要不要怎样在实况上在一起玩。可是怎么了？我觉得那游戏可以等下再提啊。我在想怎么上去？好。哎呀，我说要帮你助阵，结果我现在在第六、欸。我现在直接过终点，我看一下这距离。好，我觉得你们应该是需要我来个帮忙。哇、啊，越帮越忙。
对不对？两个人有伴，两个人有伴。他居然没掉下去。哇，红队是有点强啊。不会不会，我收回那句话。啊，城堡毁灭者，城堡毁灭者，相当可爱的游戏。不错啊，我觉得跑累了，轻松一下玩那个感觉不错啊。好，我们跑这个，我们跑这个。观众都想看我跑这个。哇，完了，又多一张，每次又多一张图可以玩了。下次我看有什么故事讲一讲，我又多一张图可以玩了。哇，你的观众好过分哦！不是说我今天要让你开心的吗？啊？不要，我现在还是很开心啊！我觉得今天感觉心情不错，不知道为什么。OK OK。哇酷！你那个一直顶，你那个一直顶我，我一定要放哦，不放我过不去那个弯。嗯，这来，长得怪怪的、啊。哎，小草，你今天会跑到图案吗？怎么了？我们等一下要约团队啦，然后我们刚好缺一个，你要补我们吗？好啊，我会跑到很晚啊，我会跑到很晚。今天是想开到几点就开到几点。OK OK， 那我们团队大概都八点吧，八点多。我来找泡菜玩。知道尾流。那朱砂怎么都不讲话、啊？他很认真，他很认真。哇，差点被奶到！啊，朱砂，嗨！嗨！哎，豹哥，啊，那个 ，OK OK， 你直接过线好了，你直接过线好了。OK， 等你一次，我等你一次。我们应该是没什么救了。在哪里啊？我直接被内凹哎，我直接被凹进去就死了。哎呦！那、啊、今天是谁不跑啊？你们今天是谁不跑啊？啊？黑棋跟爆蛋啊，爆蛋好像在看书吧，然后黑棋好像他家被树砸了，不知道现在好了没？被树砸了，天啊，好惨哦！就很惨啊。我妈找哪一组啊？嗯，你啊，不是你要约吗？好吧，上官月，大胡子。啊，我去约，我去约，我问一下 PK 进修 ，GT 应该要吧？怎么跑？我。飞起来那个是你吗，宝哥？我啊，那我头好久没这么痛了。
看你是不是飞 bug 飞到不会跑了？我只会飞 bug 啊，其他路不会跑啊。在飞啊！家也没得飞喽。可以啊，追得到。这熟悉的喘息声。啊，朱三，你走左边，走右边哦。看那个林涛好像在。哇，林涛你也看，太吵了吧？哇！哎呦，这个，哦，没事。林涛那个是手动啊，然后五改的。啊，他那个不是绿色计时板吗？没有，他在绿色计时板前。好，哇，输了。啊！哎、欸，我撞到那个甲板的缝缝。我撞缝缝了。好，不跑这粪土了，这土太粪了。我、哦、今天我生日图给我选是不是好？我选一些尾流图，喝剩的、欸。故意不给豹哥的，喝剩哎、欸。春春哎、欸，我来体验一下什么叫西瓜的实力。OK 的，刮一个。你怎么那么丑？你怎么会想要用啊？哦，那个是你是不是？我啊，我还以为那是阿朱萨是不是？对啊，你那个绿绿的头，我怎么知道是谁？我就完全分不出来的一个人物、啊。你是第三个队伍好不好？我在第二，哦，第三。耶、yeah. ，顶得好啊！交给我。步炮太难我。朱砂人物品质有保障啊！哎，你走旁边，你有感觉到我拉近你啊？有啊。我觉得组队赛的话还是要那个、欸，还是要走那个加速板。对啊，我觉得还是要走会比较好一点。哎，怎么卡那个墙边啊？啊，就没进去。车速快停的时候，甩尾跟另外一边的方向键起来就可以了。什么意思？我给你找一下教学，那个教学我记得有人教，那教学很短，20秒。甩尾跟那个方向键一起按。对啊。要按甩尾就对了。对，要按甩尾键，甩尾键一定要按的、啊。找人看。就是贴着，然后按就对了。对，找人看。
好，我找到了，这个，这个我看一下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车子速度接近停下来的时候，左边的墙按右，右边的墙就按左。他要按甩尾键是不是？我怎么没看到？要要按了，他只是没有说而已啊。要先按。好，要来试一下。对，从女生人物都那么。能控啊！困宝不是也是女的？她是男的，有时候是女的。她穿校服是女的，她穿西装是男的。我来了。我吃到尾流了，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抽。我帮你抽啊，我帮你抽。可以。你还要来，你还要来。我再帮你抽一颗来。OK OK。花开，还想内冲的。啊！还有，好，我们还有机会，我们还有机会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感谢订阅，感谢大头三等干爹。啊，追不上。不行啦，我那个玩你那个玩没开到红啊。我那个胎痕断掉之后你来你会转，但没办法啊。我一定要断掉。感谢订阅破浪服破浪服。啊对哦，我说要问的，等一下哦。你说问谁？林青霜。Rock 不理我啊，我密他了，而且我密他已经半小时了，他不理我。他可能在忙吧，你知道的，就是自从有了女朋友之后，总是会有些时间没办法控制啊。嗯哼，这个我懂。哦，你那什么东西？哦、我觉得你越来越极光。不会啊，蛮帅的、啊，叫极光战士。我顶你个肺！甩了！哇！
对我，阿叔杀我来了！啊，没挡到。继续，感谢订阅，感谢下生，三等干爹。哎，我们这样输了。不要这样，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倒。 你确定吗？安慰一下自己吧。从下班，刚下班，从昨天下午等订阅，等到现在，生日快乐！感谢下生的订阅。 我看一下这个好了。按错了。我现在真的很喜欢玩这张图。我很喜欢啊。我觉得这张图，玩这张图一定要听一首歌啊。什么歌？ 南无阿弥陀佛，耶稣耶稣耶稣亚瑟都爱我。你知道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啊，因为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讲到布达拉宫拉萨，不是很好笑吗？嗯，我自己张嘴巴。 不是啊，我不是，重点是我没听懂啊，是因为我没听懂。哦，你后面那句说什么？我没有听清楚。你没听过那个九一那一首吗 ？Oh my god！ 没有，我很少听九一的歌，那你就不知道了。你听了会被洗八加九啊，还是不要你听了。好，我们不要听那首，我不要听那首。投票。哎呦，我。 哎呦，好快啊！我上不去了。我要卡兰了，应该还有机会。超梦投票啊，太卡了！<笑>我卡兰，敢这样子，知道怎么多啊？<笑>喂！<笑>意外。 看个广告，看一下我们广告。哎，今天都没广告，哎，今天都没有让你们吃到广告。哇，今天不发广告，哎，推去。跑那个。好，不行，我要把这些东西拿掉，<笑>看不到路了。 应回了，应回了。我们今天生日，开开心心。观众提醒我。那、今天会开吗？ 啊，我今天应该不会开吧？你不在开了吗？我在熊猫开啊。哦。为什么在熊猫开啊？啊，因为。
我朋友说想看我直播，然后他不能看这个、啊。我应该不会再比他。欸、你要自己注意哦，因为 Twitch 有些条例。嗯 ，OK。小心金字塔，很可怕。Okay, okay. 好，交给我。哇塞！感谢斗内，感谢才哥斗内，300块台币。好好，我得，哇，阿朱莎不见啦！阿朱莎，等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不是好兄弟吗？感觉秒速很快啊！我撞了，好吧。我应该还有机会。对对。那我先跟你讲，我没机会了。好，呵呵，没关系。你知道玩游戏就是为了开心啊，什么胜负的都是假的，最重要的是开心。哎呀，我说我有机会也是假的啊。没关系啊，都是假的。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假的小草啊。哇，哎、欸，你直接把我推下去、欸。抱歉，我应该让你秀完才对。你直接爆了，你直接把我推下去，而且我车没翻呢。R 才对，不好意思，我应该 R 才对，今天你生日嘛。啊，跑什么？他说要问一下，甜心需要问，说要问一下。甜心，他们不会那么早，他们都九点以后啊。你说团练吗？大家团练啊，先约他们，他们应该是最强的吧？最近打的。哪一队、啊？我们常约他们。哪一队啊？甜心修啊。有谁啊？就以前的业余选手啊，然后还有几个现在还出来的高手，以前没什么那个。不是我说叫什么 ？DN 鬼士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就他应该是里面最强的。以前 DN 才没有这个人、欸。那个时候你已经去迪奥了吧？其实我也没有去，其实也不太算去迪奥啦。就那时候想说，其实跟那时候跟迪奥的比较熟，然后想说挂着可以一起聊天。但后来那时候因为很忙，所以挂完之后，其实我也没什么，我也没什么跟车队的队员聊到，我就，反正那时候业余车队就是比较，大概就是已经开始有点脱节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啊，其实那个时候业余车队跟其他业余车队也是都脱节的状态啊，就是久久一次 RC 杯又变成竞争对手，就这样了。就其实每个，我觉得那时候每个车队吧，除非真的很认真在跑了，不然每个车队其实都是，就是那个热潮过了之后，大家都各自忙各自的。好凶哦！啊！再来啊！妈的，再用啊！哎、欸，我要飘两次。哇、哦，断胎！你继续。没有，我在后面呢。好吧。我拿头没？哇，有被炮弹击了！聊天室头痛的。
看到解药了没有？哎呦喂、哎、呦，好凶哦！拿我！队友呢？死光了，死光了！我跟弗兰的那个玩直接被过两排。我需要普拿特。跑这个，对、欸、他们说，嗯，他打了一个好了，我问一下啥时团？你跟他讲八点啊，叶颖说好、啊。八点，叶颖说 OK 啊。哦，我先问啊，我们先跑啊。好、哦，先跑，先跑。完了，我感受到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这刚开始而已。这张赛道我觉得蛮好追的。哦，那个直接换欸，他直接换欸，好凶哦！哇，天哪！我听你这个叫声就知道我有机会了。有蓝，太棒了！阿翔，我来喽！很想挡，很想挡。哎呀，他挡住我了！双蓝，双蓝。好，爆一个尾流过了。后面没人，哇，他飘好快哦！后面没人，这做不到极限，好难追哦。最后一个弯，我想说硬给他拖，看能不能拖啊，但又断台了。待会来研究一下那个枪怎么穿，我感觉我看懂了。你说那个旗袍啊，不是结束后那个、哦、穿墙。嗯。好，给你一张，来一张最拿手的。OK， 我们这样玩就差不多要练了。好，这样图蛮短的，这张图蛮短的。HBO 。你要约几组啊？要不要约那个 GT 看看？你可以约看看啊。好啊。反正你是队长啊，你是队长。是老大。普拿腾，普拿腾。对啊，你的观众有人叫我用这只笑一下。但是好吵哦！
你观众叫我换的、啊，我也没办法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你又转一圈，是不是？我刚刚看到什么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转。那个不是你啊，我看到有一个跟你很像，跟你很像。他一开始就转了一圈。对文，想学我内内。哎呦，这一招没有练过是不会的、啊。好，我们就这样赶快跑吧，我觉得后面好危险啊。OK OK， 我气有点少、啊，要等我带我补一下。好好。哇，你刚才是直接静音啊？啊？你刚才是直接静音？对啊。我操！没有啊，你笑个两声我就受不了啦，我怕我听得我会拳头会硬啊。哇哟，好凶哦！你好，你跑，你跑。我没气了。走啊啊！再见，兄弟。这我也帮不了你了。好，我去厕所一下。等一下不知道团队。